大家好呀，我是小蛙，今天我们继续来玩创意庭院吧。这次玩的关卡是这个冰与火的较量。啊，这带火的和带冰的植物我知道很多，但是带火的僵尸和带冰的僵尸好像数量不多吧？这怎么和我们的植物打呢？这不对吧？这一关的玩法是传送带，知道会给一些啥植物嘞？反正这地图上的冰龙草和火龙草，不会是说他们两个来进行 PK 吧？看谁干掉的僵尸速度更快。死鬼！这传送带上面就只有一个植物，那就是炸裂葡萄了。还是等出现更厉害的僵尸再用吧。打这些小僵尸的话，还是让冰龙草和火龙草出手吧。看了这么久，这两个龙草干掉僵尸的速度好像差不多呀。不过这冰龙草配合着地气王，看来僵尸被地气炸更多下，这算不算更厉害的点呢？一个字，绝。现在已经是最后一波的僵尸了，居然还出现了几个巨人僵尸，现在就是爆裂葡萄出场的时候到了呀。直接秒杀这几个巨人僵尸，我宣布最厉害的是这个爆裂葡萄啦。